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天气呢越来越凉了，咱们中老年朋友啊，什么颈椎呀、腰椎呀、什么肩周炎呀，或者膝盖呀，或者胃呀，这些不太好的，可能就陆续的开始犯了。那有的老年人候鸟嘛，就开始飞到南方啊，哪儿暖和去哪儿了。咱们北方冷，到了冬天干冷干冷的，虽然现在没有原来冷，但还是冷。可是年轻人呢，他冷他也不怕，他年轻啊。比如穿裙子呀，或者穿很薄的裤子呀，有的啊，年轻人就穿一条秋裤，毛裤都不穿，有的连秋裤都不穿。他觉得这个上班路上坐车上有暖气，然后到了单位有暖气，那就路上那一会儿，有时候那一会儿啊，那个寒流要进到骨头里，就容易时间长了落病。所以现在有的年轻人我都听说到了冬天，哎呦，膝盖疼，因为我不是老带我妈去看病嘛，我妈这个后背的骨头也不太好，我就得挂骨科呀、托人呀、找骨科专家呀，在外边等着排队的时候，一会儿进去年轻，一会儿进去年轻的，等出来一问怎么回事儿，就是健身房，还有什么呀？比如像我们这种中老年人退休没事儿了，爬山爬出来的，到那儿医生就说，回家别走路，坐着去。啊，休养就让你养，所以就是你什么都度，就是你这个度过了，就是一种伤害有的时候我一天得走1万步，什么2万步、3万步，那也因人而异。有的人走没事儿，但大多数人走我估计都，反正你就悠着点吧，得适度。那如果已经形成了怎么办呀？就是你养，你这没别的办法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说的真是有道理。我前两天不是腰给闪了吗？人家那大夫说了，你就是养吧，他揉都不够揉，他让我养。本来我今天下午就觉得好点了嘛，然后我就想出去玩去，后来就说算了，还是在家养吧，没事干，闲不住啊，收拾厨房，收拾完了厨房也没事干，我就把这些乱七八糟全拿出来了，不是养吗？那个就这个按摩枕都被我用了好充好几回电了，就老没事就让它在这滚着，就想它快点好。然后呢，这个膝盖。这个我给大家就说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就是养护我们膝关节的，是吧？有的人，你比如说像年轻人他膝盖疼啊，或者你这个老年人因为我也老去按摩院嘛，就是你去了按摩院，比如你肩颈不好，他给你揉啊、推拿呀，或者拿这个肘怎么去给你揉啊，都是缓解。但是膝盖我还真没没做过这方面的护理，你比如腰不好膝盖还真没有，但是我这个也是最近我一直在试用它就是一个专门护膝盖的，还是挺科学的，它连这个敲打震动推拿呀、按摩呀，它还有一个什么气囊升级，就三合一的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把它搁在膝盖上面，它还可以加热。就让你膝关节周围就马上就热，然后血液循环，哎呦，这热乎乎的，然后它有三种模式嘛，你随便变换然后它还有档位，有什么轻柔的吧，加强的吧，舒缓的吧，反正你根据你自己能承受的哎呦，做完以后是挺舒服的，你别说现在真是科技发达了这东西设计的越来越好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吧，它两用它有一个肩带儿，那盒有一个长的肩带儿，你一挎在个肩膀上它连这个肩都一块儿就给你按摩了，这就模仿那个人的穴位人的这个手的那个力度因为我老去按摩院嘛，知道吗？哎，捏呀、推呀、按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我给大家看一下看它这个这么着，这是给它，这不是膝盖膝盖。这几十年吧，都说惯了膝盖膝盖的，老想着别说错，别说错，还说错了。膝盖，这我充着电呢。我今天吧一上午我坐在那儿我就用它，现在其实有电，它有一个祛寒的艾草包。哎，我没舍得使，这不是那肩带吗？就是你搁肩膀上的时候，这是祛寒的艾草包，还有一说明书，这是那艾草。做视频时间太短，就那艾草包搁在这里边，这就去你膝盖里面的寒气、湿气，就给它排出来。这一盒，然后这是充电头，
这边是开关，这一小笑脸儿，这么一摁，长摁，就开开了。我先把这拔了吧，嘚嘚两下，开。这是40度，六个档位，最高就60度，那咱50度吧。你看操作按键也很方便，5秒钟就热乎了。它这个加热的速度特别快，这边呢轻柔、推拿、肘揉三个档位，你任意选。这边你看柔和，现在开始动了，舒缓、强劲。好了，就这么几个功能，特省事儿啊！老年朋友不用怕啊，说哎呦不会使啊，没什么不会使的，你看多见一次就会。这现在开始里边动了，这膝盖，你看。你这艾草包要搁在这儿，正好在膝盖这儿哈，挺舒服的，啊，可舒服了。这个按摩枕也可以搁在胃这儿哈，晚上，还舒服。晚饭不吃了，吃了个纳豆。哎，脖子这儿呢也在动着呢，这哈，啊，挺好的是吧？哎，哪个？哦，这个谢谢使用了，再给它开开。比如说老年朋友是吧？你要是啊，有闲钱，你觉得需要，你就可以。这个膝盖这个按摩仪，它是粉丝价啊，你跟客服报完了，便宜50块钱，是549。对，549。如果你要买两个一对儿啊，它一个是499，还便宜，还便宜，一个便宜50，两个就便宜100。今天在家养了一天，我觉得气色都好了，睡觉睡一下午觉，好，这半个月。去我妈那儿觉也睡不了，一下我觉得我脸色也不好了，所以女人一定要多睡觉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什么好东西我就跟大家分享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